Hello，大家好啦！我哋今次傾偈嘅對象咧就係遠在天邊喺愛沙尼亞嘅香港人啊。即係我哋通常即係探到各地香港嘅diaspora 也好啦，你話移民也好啦，留學生也好啦，通常講緊係英國、美國啊、加拿大、澳洲呢比較大陸嘅國家。咁點解會去到 Estonia 咧？咁今次就 Iverson 就喺嗰邊啦。不如先問翻你個 background 先啦，即係點解你會去到嗰邊咧？係，大家好。咁我去愛沙尼亞嘅主要原因係修讀碩士。咁我當時係讀呢、這個歐盟同埋俄羅斯嘅研究。咁我嘅主要研究嘅area 其實係Ukrainian identity 嘅。你喺即係香港讀完大學啦，跟住就過去讀 master 咁樣。係，我嗰陣時係喺香港浸會大學讀國際新聞系。即係 GIS 定係係。OK。唔係，呢、這個 IJ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哦，即係 journal 嗰邊。所以你過去嗰邊就諗住讀書啦。咁你諗住讀完 master 之後係 stay 落去啊，定係點樣嘅？你個 plan？係，其實我嚟讀 master 之前，其實已經諗住係permanently move from Hong Kong 嘅咧，即係嗰陣時已經諗住係移民去愛沙尼亞，想做愛沙尼亞嘅公民。咁所以就本來就諗住一開始讀碩士，跟住讀完碩士揾工，揾完工，然後大概2025年去攞呢個愛沙尼亞公民，跟住然後希望第日可以喺歐盟做嘢。點解你即係你一早已經諗住移民啦？咁係。即係決定係點樣 trigger 啦？咁又點解喺 Estonia 咧？愛沙尼亞其實有幾樣嘢嘅，咁好實際嘅考慮就係佢嗰個物價指數就比較低啦，即係喺呢度住，其實講緊係我租間房係講緊大概2、3千蚊港幣包水電煤，咁然後可能平時消費都比較低，唔需要使好多錢喺愛沙尼亞。咁呢個係經濟考慮啦。咁然後第二樣嘢就係諗我投資自己嘅青春嘅時間，咁會投放喺一個國家，係一個有前途嘅國家。咁我睇愛沙尼亞佢好多電子化嘅地方，我會覺得係講緊未來10年或者20年會係進步得非常快咯。咁我覺得有呢個潛力去發展，所以就諗住去搬去愛沙尼亞移民。你即係 back to 嗰個 fundamental 嗰個 issue 先啦。點解你想離開香港咧？離開香港其實都講翻少少即係同香港有關嘅，就係2014年其實係我當時係做緊呢、這個student journalist，咁就見證咗8/31啦，跟住然後2014雨傘運動啦，咁都反思咗好耐，究竟香港呢個地方我可以留幾耐咧？如果係做新聞工作者，其實新聞自由就一定會係俾人即係縮窄㗎啦，咁之後2016發生嘅事啦，咁都令我做咗一個決定，就係、是、希望2017年搬嚟愛沙尼亞，然後讀碩士，然後就permanently settle in Estonia 咁樣啦。所以你揀 Estonia 多多少少同你你讀書嘅 background 啦，或者你自己 knowledge 啦，一般人都唔會consider 呢一類國家啦。我其實舊年而家應該係前年啊，咁嗰時都喺即係波羅的海三國嗰度即叫旅行啦。咁入邊都撞到一啲香港人，即係無論喺 Estonia 也好啦，或其他都好啦。其實當地有幾多香港人，特別係香港學生喺度讀緊書咧？你好。其實我哋啲分布好平均，咁我哋愛沙尼亞大概係有10幾個香港人啦，咁大概可能講緊1/3，即係可能有幾個係讀緊 full time 讀碩士嘅，跟住讀博士嘅都有，咁同埋都有人係做 IT 咧，咁所以我哋啲行業啊嗰啲occupation 其實好廣，文化都有。Estonia 最出名就係佢嗰啲即係 e-governance 啦，咁亦都 IT startup industry，即係佢應該係好即係 well developed 嘅，成個歐洲嚟講都係。咁你嚟到之後，覺得呢個同埋佢喺外邊所享有 reputation 係咪即係 consistent 咧？我覺得係實際上同埋佢嗰個 marketing 個 branding 係一定有好大分別嘅。咁但係你嚟到第一樣嘢就會覺得好多嘢你都唔需要簽paper 去可能簽名，因為佢個digital signature 其實係 legally binding 嘅。咁所以呢樣嘢係好有用同埋好重要啦。咁第二就係佢因為有一個 centralized 嘅 database。咁例如可能你報考課程嘅話，你報碩士或者其他嘢，咁佢有一個 database，然後佢會擺埋落去你嗰個 personal data，咁你唔需要可能 population registry，你唔需要再註冊另一次寫翻你可能自己學歷啊其他嘢，即係所有嘢都係一 tick 過咯。咁然後你其實基本上你一個身份證，你有兩個 PIN code，
基本上就可以做晒所有生活上嘅嘢，由 banking、health system， 甚至网上投票选议员都系用翻同一个 system 嘅。嗯 ，actually 呢个就有啲似而家即系香港嗰啲什么安心出行啊等等啦，咁但系属于两个好彻底相反嘅 mentality 所衍生嘅 similar 嘅 big data 嘅工具。你觉得个当事人啦，你而家住喺 Estonia， 你即系我谂你都系比较安心咁想用当地呢啲嘅即系 e-governance 嘅工具啦。咁但系我谂你都好安心使用香港而家呢一种噶。你点样理解呢两个模式之间嘅差别？咁我覺得喺架構上其實好大差別。咁首先好 fundamental 嘅一樣嘢就係愛沙尼亞係一個democratically elected 嘅一個 system。咁你係有代議士，然後佢有一個民主系統。咁如果有人唔同意的話，佢當地嘅 minister 其實就會 resign， 即係佢哋係有呢個 mandate 去 act 咯。所以我哋講到呢、這個personal privacy 呢個問題上面，其實我哋唔會見到話可能有愛沙尼亞人覺得喂我俾人啲私隱俾人俾政府去利用，我唔會咁諗。我哋諗嘅係可能點樣去令到我哋生活更加方便，點樣去慳翻我哋啲時間，點樣令到我哋呢度嘅經濟發展去提高，同時間亦都唔會可能放棄我哋個人自由，即係呢個 state surveillance 完全唔係一個我哋討論嘅議題，因為我哋有一個 external actor 就係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其實係我哋 cyber security 嘅最大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可能喺呢個對差之下啦，愛沙尼亞人反而會好信任政府，會覺得既然我哋已經係一個130萬人嘅國家，無論你係做 politician 甚至做 president 都好，你都係長期處於呢、這個做 politics 嘅一個 struggle 啦。咁所以我哋唔存在話可能有香港呢、這個對於 big data 即係唔信任政府嘅呢一個問題啦。喺愛沙尼亞期間咧，即係我哋嗰時去嗰啲景點啦，即係其實都係啲冷氣深度遊咁樣。咁其實好多嘅場景咧，對香港人嚟講都係似曾相識嘅。咁你有冇呢個感覺咧？喺邊住咗咁耐之後？其實係有嘅。如果你睇翻2019年嘅時候，我哋都見到香港有個 Hong Kong Way。咁其實呢個係 echo 翻我哋當時喺愛沙尼亞同埋立陶宛拉脱維亞嘅呢個 Baltic Way 嘅30周年。咁講翻少少我哋呢個 Baltic Way， 其實嗰陣時係1989年，佢係想慶祝翻，唔係慶祝啦，去 commemorate 翻嗰陣時嗰、那個蘇德互不侵犯呢個條約嘅50周年。咁亦都係定義咗佢點樣愛沙尼亞人係俾蘇聯非法佔領嘅。咁呢個係完全反映到佢點樣去睇呢個愛沙尼亞人嘅 identity 同埋呢個Baltic 嘅一個 solidarity movement。 咁因為本身波羅的海三個國家佢嘅背景都好唔同，咁佢哋唯一聯繫到嘅嘢就係呢樣。咁我身為香港人，我喺2019年嘅時候，其實都睇翻佢呢個solidarity 嘅 movement， 即係我發覺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喺愛沙尼亞係一個好重要嘅 discourse， 去點樣去定義翻呢個愛沙尼亞人嘅身份認同。即係而家香港就有一個安法啦，咁你會唔會覺得你stay 落去之後，甚至可能徹底地唔會再翻去咧？其實呢個我好坦白講，我係即係我講啱啱講2016年發生嘅事。咁其實2017年嗰陣時喺香港國際機場嗰一下，其實我係知道我已經唔想翻嚟香港，我會想有一個新嘅生活，一個新嘅發展。因為本身除咗 politics 之外，其實香港好多嘢我都有啲好保留，即係例如講香港太過 materialistic 啊咁樣。咁所以我嚟愛沙尼亞，其實一嚟咗嗰陣時已經下定決心係唔再翻香港。咁你覺得你再 stay 落去喺 Estonia， 你融入當地有冇困難？又或者是你仲有冇可能去即係 retain 翻你某啲香港嘅元素咧？生活上，其實我覺得就一定有嘅。融入方面咧，其實我一嚟到已經係下定決心係學愛沙尼亞文啦，同埋俄文啦，因為本身我係研究俄羅斯嘅，咁所以我依家大概融入上係冇問題，因為我已經係喺當地嘅報章做專欄作家。雖然寫專欄嘅時候都要英文都要翻譯，因為我會覺得如果我寫愛沙尼亞文，可能人哋 edit 我嘅grammar 會可能會煩啲翻過去，即係英文直接譯。咁但係
另一方面，我會覺得我有呢個 language 上嘅優勢咧，咁我可能表達呢個香港嘅事務上面，我都可能會用愛沙尼亞文或者去澳文表達。咁我會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去聆聽翻一個香港人嘅 identity。即係例如我依家即係可能俾你睇我著住呢件 hoodie， 其實係寫住Hong Kong 人嚟咁樣。Hong Kong 人嚟嘅意思就係 Hong Kong 啦，跟住我都寫翻 definition 就係Hong Kong 嘅 alien 力，即係一個 Hong Kong 嘅 citizen。咁呢啲嘢我會覺得就算我唔翻香港，我留喺愛沙尼亞，可能留10年、20年，甚至2047咁樣，即係呢一堆香港嘅 historical memory， 其實都會喺我用愛沙尼亞文或者用俄文表達嘅時候，去保留翻我嘅香港人身份。如果香港人譬如讀完書喺呢一邊啦，通常可以揾咩做咧？我印象中嗰陣時，我問過一啲 information 啦，佢每年都有若干 quota 都係俾各國嘅年青人，特別係課年青人創業。咁即係佢係咪特別鼓勵大家做 startup 啊？定係其他 industry 你都可以比較容易咁 join？ 因為即係你都提過係呢一個係一個 startup country 啦。咁首先我哋有鼓勵嘅就係一啲外國嚟愛沙尼亞嘅一啲可能startup 嘅人 entrepreneurship 啊嗰啲嘢都好流行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引申嘅出嚟就係可能講緊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入邊嘅一啲services。咁即係話我哋喺呢度其實係一個 Tallinn 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service centre， 就提供嘅可能就係customer support 啊 specialist 啊嗰啲。咁呢一方面都好需要人才，因為我哋始終歐洲如果你要揾可能工資數一數二相對上低，但係亦都有北歐嘅生活方式，就係喺愛沙尼亞，就喺塔林。咁所以在 IT 啦、service 啦同埋 finance 其實都有。咁樣講，即係而家好多香港嘅年輕人都諗緊係咪係走定係留低啦。咁揾工係一個好大嘅 issue。咁如果喺愛沙尼亞，譬如咧，例如北歐嘅小國，你覺得有幾容易或者有幾難？即係香港人嗰個 competitiveness 係如何？我覺得其實香港咧，我哋最大嘅優勢其實有好多financial talents， 其實係愛沙尼亞呢度係好缺乏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startup 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需要嘅就係 investment 同埋需要一啲可能 legal experts， 咁喺香港其實都唔缺乏legal experts 或者係一啲 financial talents， 咁所以我覺得呢兩方面其實香港人係一個好絕對嘅優勢。咁另外就係、是、咁因為始終愛沙尼亞係點講咧？都係一個好受外國一啲global power 影響啦。咁因為香港人其實都係三文兩語係識講普通話，咁如果唔介意要講普通話的話，其實我哋呢度都需要一啲識講普通話嘅。譬如話頭先你講 financial 嘅朋友啦，有冇啲牌要考啊？有幾 compatible？ 即係話有幾容易 converse 佢哋香港嗰個專業嘅身份去到呢一邊咧？主要其實我哋講 fintech 其實好多都係講緊anti money laundering， 講所以我哋 anti money laundering， 我相信香港係有啲 expertise， 唔需要話可能特別考一個牌，但反而係一啲即係實踐嘅經驗。我覺得香港金融界都有好多人對呢一方面即係 due diligence 啊 due diligence 嗰啲各方面都有好多有工作經驗的人，而他們需要的就是在這一方面工作過的人懂講英文，甚至懂講普通話或者其他語言的話，來到這裡其實基本上找到工作的機會都很大。所以當你的 plan 是譬如說你想留下去跟著去入籍，其實都是同時間一個歐盟的護照。這個在整個歐盟來說，愛沙尼亞你覺得他們對新移民的接受程度是怎樣呢？因為即係歷史上咧，佢哋都有好強嘅即係反俄嘅情結啦。咁 probably 對一啲外來，特別俄羅斯嗰邊嘅 influence 都係好 sensitive 嘅。咁對其他嘅新移民，佢哋又點睇咧？對於呢個反俄情緒，其實我有少少想補充嘅。咁因為如果你睇翻愛沙尼亞歷史啦，其實我哋有一段時間係沙俄時期，然後又俾德國納粹去佔領，然後最後又蘇聯啦。咁然後我哋有呢個 Sovietization 同埋 Russification。咁即係話其實我哋有幾個 categories 嘅一啲俄語嘅人士。咁係有啲係就如你所講，就係呢個新移民啦，就可能講緊10年前在俄羅斯搬過來的，那也都有一些是第二代的，可能上一代的媽媽或者爸爸是
俄語人士，咁然後佢其實喺愛沙尼亞出世嘅，咁亦都有一啲其實係已經完全融入到本地社會，可以講流利愛沙尼亞文嘅一啲俄語嘅人士，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 anti-Russian sentiment 可能真係比較複雜，但係如果你講migrants in general 嘅話，其實因為我哋最近有個新政府上台啦，咁我哋個總理其實係做過歐盟做過 MEP 做過議員。咁佢相對嚟講係 liberal，即係佢嘅 policy 其實主要都係會吸納人才啦，都會 focus e-residency 啦，所以對於外國嘅一啲 specialist 嚟講，其實愛沙尼亞人係唔會拒絕嘅。你嚟咗呢度就而家應該係第3年、第4年，3年半係。有冇其他一啲你覺得值得香港人知道嘅經驗，想同大家分享？絕對有嘅，咁因為嚟到愛沙尼亞，其實最多人問嘅就係、是、喂呢度嘅官方語言係愛沙尼亞文，咁如果我唔識，會唔會喺呢度生活有問題？咁其實呢度係好國際化因為我讀書嗰陣時就唔係喺他連呢度讀書嘅，係另一個城市叫做 Tartu， 咁就叫塔爾圖，係一個比較 intellectual 嘅 town， 即係有大概1/5嘅人都係學生，咁所以如果你一開始係喺嗰度生活嘅話，你就講英文係唔會有太大問題咯。但係我覺得你需要係有一個可能決心去融入當地嘅文化，即係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嘅時間非常有限，所以如果我可以同人交流，我都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可能本地愛沙尼亞人，甚至一啲外裔嘅人士去交流翻，究竟呢個國家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咁樣。咁特別想分享嘅其實就係、是一個 external 嘅perception 啦，咁因為如果我哋講愛沙尼亞一啲可能比較有即係一個好 brief 嘅 overview， 對於東歐嚟講，佢哋就會覺得愛沙尼亞首先係前蘇聯國家，但係其實愛沙尼亞人好強調嘅係，首先我哋係2004年加入歐盟，我哋根據 United Nations 個 database 其實係寫係北歐國家，咁其實你睇地理上咧。其實所謂的東歐其實是 orientalized 咗，係一個即係可能一個 imaginary community， 但係其實愛沙尼亞佢本身嗰個對自己嗰個認同會覺得係介乎北歐同埋點講咧，都係叫自己做part of Western Alliance 咁樣嘅。咁我覺得可能呢一方面香港人都會喺度都會諗究竟講香港嘅 identity 其實係咪？一定要講本土咧，或者係咪一定要講呢個中國呢個 Greater Chinese Identity 咧？定係可能講其實香港本身係一個好全球化嘅，其實同歐洲好多系統都有掛鈎嘅。咁我覺得呢幾方面嘢，其實香港人可以睇翻愛沙尼亞嗰個歷史，由佢一開始被蘇聯非法佔領，800年被不同的歐洲列強去佔據，然後在蘇聯佔領的時期，他們都有很多老師可能會緊守他們的崗位，就算是被人 去進行一些洗腦教育，其實他們私底下都保留到一些自己的民族性，還有透過這個Singing Festival， 其實每5年1次他們都會 remind 自己其實是愛沙尼亞人，直到一路的 struggle 去了50年，最後就有這個 Restoration of Independence。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香港人會可以看到，其實自由和身份認同這些東西其實是要自己爭取，是需要很長時間爭取，不是說可能短時間喊一個口號，或者去短時間去做一件事，或者一個短短的 movement 去改變到自己的現況。其實在我想過去那2年，香港的朋友來到愛沙尼亞應該有很多感受，即是那時候我們見的地方，譬如說那個先提過那個唱歌的聖地啦，或者是當時那些監獄啦，即其實每一件事都會refresh 到很多香港人的 memories。 但你作為現在在這裡stay 了幾年的香港人，你覺得其實兩者有沒有得比較呢？即是有什麼是異同呢？剛才你提過要大家都要很 resilience 的，那有幾個我會覺得其實愛沙尼亞的歷史其實真的比較長的，它那個 struggle 歷史。如果你要講不同的地方，我會覺得愛沙尼亞面對的是一個種族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其實基本上這個國家跟很多歐洲國家不同的地方，就是
你基本上99%都係白人，然後講緊75%都係愛沙尼亞人。咁愛沙尼亞本身佢嗰個種族同我裔嗰個 Slavic ethnicity 其實係好唔同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咁但係你睇翻香港，其實嗰個問題係主要係講緊價值觀，講緊我哋本身有嘅 system，本身呢、这個colonial identity 其實都有一部分，因為香港其實有一部分點樣建構自己個 identity，其實就有一個 self Adam 就會覺得可能中國人對香港人嗰個歷史嗰個見解好唔同，然後就分裂咗一個 self 同埋 other。咁其實好多時候香港都係將中國變咗一個他者，然後去建構自己嘅 identity。咁我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其實係咪一定要咁樣去binary 去睇翻呢件事咧？咁其實你睇愛沙尼亞，正如我講俄裔嘅，其實我哋係唔需要真係要去咁樣去劃分界線，因為有好多俄羅斯人佢哋嚟到愛沙尼亞，可能係講住咗差唔多成100年嘅。咁佢自己雖然係有一個Russian identity，即係一個 diaspora 嘅 identity，但係 at the same time 佢係喺愛沙尼亞土生土長，佢阿媽可能佢阿嫲，佢兩三代都喺呢度。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唔同，亦都有同嘅地方咯。咁我覺得同嘅就係、大家都係一個好細嘅 territory，大家嘅 heritage 其實都係俾一個相對上 superior 嘅 culture 去一路都有一個 challenge 喺度。所以而家你嗰個諗法啦，即係你見到嗰啲即係有啲似曾相識，但係有啲可以唔同嘅地方。喺最後嗰個問題想咁問啊，你本身覺得喺可見嘅將來啦，頭先你提過你喺可能喺呢一邊做嘅嘢，都可能比喺香港更加有價值。咁你亦都講過，而家你做緊一個專欄作家啦。咁具體你覺得，譬如話想去 enhance 香港喺當地嘅 visibility，有啲咩可以做咧？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本身喺愛沙尼亞，我哋嗰個 Asian community 已經細啦。我哋講緊係officially 佢寫住 Chinese residents 大概100個啦。咁香港我哋10幾個啦，即係計 passport。咁然後可能韓國啊、日本都有少少咁。咁其實我哋呢一個 community 已經好細，如果要再分細分香港，其實係好難嘅。咁香港人做到嘅嘢，其實就可能我會參考翻我哋有廣州嘅朋友，佢哋有啲廣州人喺呢度開咗一間珍珠奶茶鋪。咁佢除咗賣珍珠奶茶之外，佢賣嘅其實係賣亞洲文化。咁佢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佢都會搞一啲gathering 去講international community，講 Asian culture，可能講下 Chinese、Korean，講下Japanese 咁樣，即係 K-pop 都有。咁佢透過呢一個策略，其實一方面可以吸納到比較大嘅群眾啦，另外一方面都可以去可能宣揚佢廣州人，佢覺得佢嘅 Chinese identity。咁我覺得香港人做嘅嘢其實係可以做啲比較相似。咁因為我哋已經其實有人係賣雞蛋仔啦，咁有愛沙尼亞人喺度賣雞蛋仔。咁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係可以透過一啲本地嘅小食啦，喺呢度去做一啲symbol，然後去反映出我哋香港人嗰個中西合璧嗰個獨特性咯。咁我覺得喺其實喺食物文化方面係可以發展嘅。咁另外其實語言方面啦，咁如果你睇翻可能美國其實好多人會係教廣東話，呢個係又喺度。咁但係歐洲點解會少咧？其實我會覺得可能係第一就係香港人可能唔係太在乎佢自己去教廣東話啦。咁第二就可能係 demand supply 啦。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如果你一開始冇人想教，冇人想推廣，其實人哋講 Chinese studies，其實全部就會變咗係Mandarin dominated 啦。咁嗰個問題就係、是、當佢哋會討論大中華文化嘅時候，永遠會係將香港縮細到成為一個好細角落，而唔會將香港呢一個議題分開嚟教。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香港人喺愛沙尼亞其實係一個發展嘅空間。我谂听你讲好多嘅 information 啦，即系一定要喺当地生活过先至可以有个 taste 啦。你 personally 会唔会 foresee 喺可见嘅将来会越嚟越多香港特别年轻人去到即系 Estonia 或者系其他邻近嘅国家咧？我相信一定会，因为喺2019年嘅暑假，我就接触到一班香港人，就发现原来我哋嘅Tallinn University 係同香港幾間大學係有一個cooperation，係有 summer school，即係每一年佢哋定期都會送一啲香港嘅學生過嚟，可能
學俄文、學愛沙尼文，或者係take 其他 summer course 嘅。咁我覺得呢一個 non-state 嘅呢個 interaction， 我覺得係好有用，就會每年當你有可能二三十個香港人，咁十年已經講咗幾百個，咁一傳十，十傳百，我會覺得愛沙尼亞可能係一啲比較年青一輩的香港人嚟講，佢哋已經唔會再覺得呢個國家係一個陌生嘅國家啦。咁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佢我哋好需要 financial talent 啦。我哋香港其實都好多人會係搞 startup， 但可能唔夠錢。咁其實我覺得愛沙尼亞都提供咗一個很好好嘅土壤同埋好好嘅設施去幫香港人可能去將佢啲idea 去 realize 嘅，咁我會覺得未來十年可能至十五年會香港會更加多人會過嚟愛沙尼亞嘅。嗯，我諗trend 就凡事所趨啦，咁至於去到落地之後點樣就要睇大家做法啦。咁就今日就好高興即係同你傾偈，同埋我諗香港朋友真係好需要集思廣益嘅，知道翻唔同地方嘅情況。咁如果有朋友想進一步 explore， 都可能請佢哋可以直接揾你啊。當然啦，當然啦。其實基本上揾Iverson NG Iverson 五嘅話，其實然後揾 Estonia 已經揾到有關我嘅資料。咁因為其實我上網都寫咗唔少文章，即係有愛沙尼文，都有少少英文啊。嗰陣時寫 blog 其實都有寫少少講香港，咁我覺得其他人都可以接觸我，即可能都會講解翻愛沙尼嘅情況啦，同埋究竟呢個地方適唔適合香港人住。我覺得最重要係當你 make 咗一個 decision， 你唔好因為話喂我要走難，我就求其揾一個國家，要真係諗愛沙尼亞一個半個國家都係有樹林嘅，你對住嘅可能就係樹林同埋 startup 嘅話，咁會唔會覺得悶啊？冇得唱 K， 冇得日日 shopping。咁我覺得呢啲要考慮嘅。咁但係我都歡迎香港嘅朋友可能會揾我傾傾，究竟喺呢個地方嘅發展空間係有幾大？OK， 咁我哋今日傾住咁多先啦，咁好係好啊，一齊 good luck， 同埋大家努力。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